这是个啥关卡呀？这是个超简单的关卡呢。啊？哎，这里都是土豆雷，还有两个田鼠呢。这个的麻烦就是两个凤梨连刃。初始阳光200，只给了我冰砖僵尸、炮灰僵尸。这关该怎么玩呢？首先用初始阳光的炮灰去骗土豆雷，接着用冰砖僵尸去吃第三路。这里冰砖僵尸会吃完田鼠后被吸引到上路，然后就能吃掉机枪射手和另一个田鼠了。 Nice。然后就能用两个炮灰把23路其他植物吃完了。哇，你是谁？我的老大不可能这么厉害。接下来用3个冰砖僵尸吃第5路。因为凤梨连刃伤害太高了，也要用3个冰砖僵尸攻击第4路。哇，再补一个炮灰就剩第1路了。是的呢。最后用2个冰砖僵尸就能通关了。这一关的关键就是那2个田鼠了。